大家好，我是半瓶醋。今天我要介绍《星际大战》的经典三部曲。《星际大战》是由乔治·卢卡斯所构思的原创故事。卢卡斯在创作《星战》的故事之前，做了相当的研究。他参考了神话学者乔瑟夫·坎伯的著作《千面英雄》，探讨了各国的神话英雄历险与其转化过程。而故事与角色外貌，则参考了多部电影、奇幻文学与神话传说。几个较明显的题材有《飞天大战》、《魔戒》、《战国英豪》等作品。1975年，乔治·卢卡斯成立了电光魔幻 ILM， 开始投入电影的制作。No legendary adventure of the past could be as exciting as this romance of the future. Here they come.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in Star Wars. 1977年，《星际大战》在美国上映。故事描述在帝国统治之下的银河系里，塔图因行星上的农家少年陆克天行者，在购买的机器人 R2D2 身上，发现了反抗军的领导者莉亚欧加纳公主的求救讯息，遇见神秘的绝地长者欧比王肯诺比与太空走私犯韩索罗，取得了父亲所留下来的神秘武器光剑，踏上反抗帝国、拯救公主、消灭帝国的毁灭武器死星的冒险故事。Use the Force, Luke.The Force is strong in this one. Mark Hamill 饰演天行者陆克，亚历·坚尼斯饰演欧比王肯诺比，哈里逊·福特饰演韩索罗，加利·费雪则饰演莉亚·欧加纳。反派人物方面，则有彼得·库辛饰演塔金总督，大卫·普劳斯饰演达斯·维德。达斯维德的配音则由詹姆斯·厄尔·琼斯配音。这部电影在发行初期，片商与影评皆不看好，甚至连卢卡斯本人也这么认为。为了躲避负面评论的压力，他甚至在上映当周与他的好友史蒂芬·史皮伯逃到夏威夷度假。没想到《星际大战》不但成为1977年的年度票房冠军电影，也打破影史票房纪录。截至2017年为止，在考虑通货膨胀的全球电影票房排行榜上，《星际大战》仍旧居于第二名，仅次于1939年上映的《乱世佳人》。这部电影立下了多项的影史里程碑，开场的黄色字幕、灭星者战舰与光剑，以及由约翰·威廉斯所做的配乐，都成为了当代大众对好莱坞电影的刻板印象之一。许多当代的年轻电影人接受到《星际大战》的冲击而改变了制作意念。当时的新锐导演雷利·史考特因此决定放弃崔斯坦与洛伊德，转而执导《异形》。詹姆斯·卡麦隆因此决定进入电影业，也影响了好莱坞业界，使片商开始倾向高利润、高风险的超级大作电影。商业上的成功提振卢卡斯制作续集的雄心，将原本因现实考量删除的故事脚本再度重启。由于前作的拍摄与制作，让乔治·卢卡斯对于片商的不信任与出手干预印象深刻，因此不再争取大片商的出资，自行用银行的贷款独立制作《星际大战》的续作。A big, new, sprawling space adventure in the Star Wars saga, The Empire Strikes Back.Coming to your galaxy next summer. 1980年，原班人马饰演的《帝国大反击》上映。乔治·卢卡斯不再亲自担任导演，只负责故事概念与制片。剧本由里·布拉凯斯与劳伦斯·卡斯丹负责撰写，导演一职则延请了他在南加大的电影教授艾文·克许纳指导。故事讲述陆克、莉亚与韩索罗三人与反抗军阵营所藏身的霍斯星球。被达斯维德所率领的帝国舰队攻击，莉亚与韩索罗驾驶千年鹰号不断地在太空中藏身，而陆克则被欧比王所献身的绝地英灵引导前往达可巴星，寻找绝地大师尤达进行学徒训练。 I love you. I know.
帝国大反击创造了星际大战系列中众多的里程碑，首集的达斯维德与帝国的各种形象，帝国的皇帝、灭星者舰队与步行战马 AT-AT 等设计，以及约翰威廉斯所作曲的帝国进行曲都在这一集当中定型，特效动作场面也更加成熟，新出场的角色如尤达、兰道与波巴费特也都成为经典的星战角色，角色之间的情感更加的强化，更具戏剧性。韩索罗与莉亚的情感对话，与达斯维德与路克的经典时刻，都让这部电影再造好莱坞影视文化的新图腾。如火如荼的商业成功，让卢卡斯继续投入《星际大战》三部曲的完结篇《绝地大反攻》的制作。Return of the Jedi from the desert fortress of Jabba the Hutt to the Death Star of the Galactic Empire to the forest city of the Ewoks. This is the climactic chapter in the Star Wars saga. Rejoice in the triumph. Return of the Jedi, rated PG. 1983年，《绝地大反攻》上映。剧本由劳伦斯·卡斯丹与乔治·卢卡斯共同撰写。原本卢卡斯希望能够由好友史蒂芬·史皮伯执导，当时史皮伯已经跟卢卡斯合作了《法贵骑兵》，然而却因为导演工会的抵制而无法如愿。最后，导演的人选换成了理查·马库德。故事描述了路克与莉亚回到塔土印，击败当地的土霸王贾巴，救回了在上一集被冰冻的韩索罗。之后，路克回到达可巴星完成绝地的训练。I've come back to complete the training. No more training do you require. Already know you. That which you need. When gone am I? The last of the Jedi will you be?Leia. Leia is my sister. Your insight serves you well. Bury your feelings deep down, Luke. They do you credit, but they could be made to serve the Emperor. 同时，反抗军获得了第二死星正在兴建的消息，一行人潜入死星的能量供给星安铎，与当地的土著伊沃克族一起反抗帝国。Admiral, we have enemy ships in Sector 47. It's a trap.Fulfill your destiny and take your father's place at my side. Never. You will be destroyed. No.《绝地大反攻》受到当时的儿童电影风潮影响，血腥的画面大量的减少，童趣的画面则大量的增多，小巧可爱的伊沃克族与 R2-D2、C3PO 等可爱角色的戏份大幅度的增加，伊沃克族因此大受欢迎，后来甚至还制作了多部出现伊沃克族的电视电影《伊沃克的冒险》《安朵战役》与动画《小骑兵》等作，电影当中的太空舰队战的场面相当的精彩刺激。截至1999年之前，原初系列的三部曲就是整个星际大战系列的代名词，卢卡斯在往后不断回头修改这三部电影。1997年，这三部电影在经过数位修复之后重新上映，其中星际大战的修改最多也最明显。几个较明显的修改，如将原版韩索罗在塔土印遇到的赫特然贾巴换成绝地大反攻当中出现的样子，并且置入许多虚拟的角色，以及让韩索罗在酒馆当中在对方先开枪之后才反击杀掉对方的更动。到了2004年DVD 发行之时，在2011年的蓝光版发行时，又更进一步的使用当时的技术，重新将虚拟角色与特效润饰了一次。比较重大的改变，就是将《星际大战》的片名改成了《星际大战四部曲：新希望》，以及更动了《绝地大反攻》的片尾，将安纳金天行者与绝地英灵出现的画面，置换成《星际大战二部曲：复制人全面进攻》当中，饰演安纳金天行者的海登·克里斯坦。总体而言，原初的《星际大战》三部曲可说是整个《星战》系列的灵魂。没有这三部电影，就没有现在的星战世界。而乔治·卢卡斯在这三部曲制作完毕之后，就暂时没有再拍续集，直到1999年的《星际大战》首部曲《威胁潜伏》，才又再度开始星战的旅程。
感谢您的收看，喜欢的话欢迎订阅频道哦。